有之前经常玩 BT 的朋友告诉我，霸王胶很厉害，今天咱们就来试试。还可以用多支霸王胶硬扛大 boss 跟出者僵尸机甲，之后才知道植物也可以 vs 植物，那咱们又要测试一番咯，看看哪一组植物能够干掉霸王胶。第一组豌豆组合，豌豆射手寒冰豌豆、双重豌豆、裂甲豌豆。完全挡不住。第二组蘑菇组合，大喷菇、粘液菇、胆小菇、复仇菇。也是不行的。第三组皇家组合，雷蘑菇、刺猬菇、国王菇、恶魔坚果。也是直接被碾压。第四组乱弹琴组合，有大嘴花、倭瓜领衔，当然也是不行的。第五组西瓜组合，冰西瓜、恶魔西瓜、榴莲投手、宇宙西瓜，我以为不行了，没想到最后是同归于尽。第六组豌豆进阶组合，超强力的射手们，燃爆豌豆、极强豌豆、狙击豌豆、燃爆激光豌豆，还是差那么一截。最后一组鱿鱼骨领衔的魔法家族，魔法玫瑰、魔法柠檬、魔法莲蓬，看来魔法再高也怕菜刀，被碾压了。这样的结果各位料到了吗？